是你这个 sample 开了。哇哇，哎呀，小心，不是不是，我感觉有人摸我，手给我来，别这样。是我，别怕啊。左手边有一些假人，中间有可能会有洞的，提醒你们啊。别这样。哦呀，何儿你太猛了。妈，还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我们比较快的往前走。我别摔倒了，别摔倒了，还是慢慢走啊，慢慢走是吧？我觉得闭着眼可能是不是会好一些。我已经闭上了，我现在真的，我夜盲，我现在真的啥都看不见。没想到你是一个胆子这么小的人，就进入黑暗走廊的时候，你跟张哥。我刚开始很不习惯，后来好一些。我有点夜盲，我很怕黑，但是我不是那种害怕人，因为我知道那种人扮的，他说白了也碰不到我，对，但是我很怕黑，后来好一些。你后来你看，就张哥自己一个人怂，对吧？张哥的表现可以描述。我们用一个很确切的形容呢，就是鸵鸟。你知道沙漠里边的鸵鸟，你知道就是会把头扎进沙子里边。哎呀！别怕别怕，不行，我再也不来了。洛宇。不是不是，我感觉有人摸我，没有吗？对，你们下一期应该就是有一些那种从地面上冒出来的，这样就能，因为胆小的人就是我，只要一黑灯，我就是这样摸着浩然的背，然后我就低着头往地上看，然后就是忍不住这样睁眼，然后如果你突然从下边钻过来的话，就吓死了。所以还是少了一点刺激性，是吗？我是不会来了，但是我给你们点建议，因为我觉得你们那个里边也有好多胆小的人。